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今早的天气报告，我是陈恩俊。今天我们继续受住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，早上天气都挺凉下的，各区的最低气温介乎在12至到15度之间。卫星云图上面我们看得到，今早有一道云带覆盖着香港的上空，不过云层逐渐转薄，我们预计日间天色都不错的。今早在大埔的天气照片望向东北面，我们都看到云层逐渐这样消散。預測今日將會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朝頭早天氣相當清涼，日間最高氣温大概會係20度。風方面會係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到東北風，稍後離岸會係間中吹強風嘅。至於跟住嗰幾日咧，我哋預計聽日嚟講，廣東沿岸都會受住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所影響，天色仍然都係普遍晴朗嘅。去到週末期間，隨住季候風逐漸咁樣稍為緩和，我哋亦都預計氣温將會有所回升噶。所以我哋亦都展望啊，聽日嚟講咧，仍然都係大致天晴，朝頭早天氣清涼，而週末期間咧，氣温就會回升啦。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一度，再見。